都来住我！哎呀哎呀！哎呀，你起来起来呀！哎呀！哎，手给我！我不给你！手给我！不给你！给我！我不给你！给我！我不给你！给我！我不给你！进入本人，此生不悦，都来助我！哎呀哎呀！哎呀，你起来起来呀！哎呀，你连这种基础的法术都破不了，你还想夸我？告诉你啊，你的那群手下可都在外面呢。你说说，要是让他们看见你现在这副模样，还会认真替你卖命吗？你再不说实话，我可叫人了啊！你敢！弟兄们，别叫啊，别叫啊！我说，我自打一降生以来，就是这般模样了，既不知道来历，也毫无亲朋，这心中就一直有一个想要赚钱的想法，于是我就拼了命的赚钱。猴子在干什么呢？啊，快点啊！我初来受戒的时候，什么活我都干。扛沙袋、跑腿、做小买卖。哎，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啊！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，下一个。但是这钱来的呀，像涓涓细流一样。小李，好。小梅，哎，在。小梅啊，哎，这是你今日的工钱啊，拿好，好好干活。哎。看什么？不少了。哎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去吧去吧。下一个。但是我后来听说，受戒里来钱最快的是做刺客。奈何我修为也太低了，根本应付不了这样的差事，我就去小吃摊打听他们刺客的消息。然儿，来了，大爷，有什么吩咐？给我好酒好菜的往上招呼。好嘞，谢谢大爷，马上上，您稍等啊。来来，喝酒啊，来喝。昨天我杀了刘财主，整整赚了200斤。来，不差钱，哎，干！来来来，干干！哎，不差钱啊！来，看来啊，在咱们寿界，还是这刺客，他来钱最快。说的就是，可不是嘛，就得看咱们寿界，看刺客。但是我发现很多冤案都无人认领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啊，我就认下来，编撰成书，以此立威，才成立了香堂。就这样，我就从小梅变成了梅大侠。姑娘，啊不不不，女侠啊不不不，仙女姐姐。你别叫我姐姐，